台湾独立游戏团队的作品《书橱牧场》也从 Steam 移植到手机上喽。这是一款像素可爱风的 Roguelike 塔防游戏，故事在说可可星球被邪恶的机械军团占领，玩家必须带领可爱动物们出击，夺回和平安宁的日子。在出去冒险前，玩家可以选择游戏难度，还可以用转蛋抽角色，或是安排阵容等等。冒险后则是可以自由选择前进的路线，看是要打怪练功，还是去商店买点东西，全都由玩家自己决定。战斗时，玩家所拥有的角色卡牌在战斗中会随机出现，卡牌还分为一般角色卡牌和合体卡，还有可能影响战场的道具卡等等。每个关卡都有不同的场景效果，例如随机掉落 buff 或是定期开启岩浆池，该怎么选择出动角色就是玩家的课题啦。不过游戏也非常佛心，战斗后的奖励是三种卡牌择一，虽然卡牌不能养成，但用数量取胜就没问题啦。Thank you.